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上有效的方法之一，主要依靠到非血管光子的支原镜像才当寻到。随着造血干细胞进行低速双通六度的不断加强，如来如在的热心人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支原镜像这行列。此等，这位大四学生加这位九零后妈妈就进行了造血干细胞。成为我此代十七年甲代十八年造血干细胞健康者，因人个爱心为千里之外素不相识个血液病患者带去了生命回正。张学康是汕头大学化学院大四学生，从一拍个学生年开始，伊每年拢参加学校及校外个派个志愿者活动，并多次无相享获。2019年，伊就即使无想享血的时候，了解到造血干细胞对治疗白血病的责任，而将报名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影响志愿者。恰好那年献血的时候看到这个活动，就顺便去登记了一下。听说这个还是，就是要是配型成功的话，可以挽救别人的生命啊，觉得还挺好的，可以帮助到别人嘛。献血也是帮助别人，登记造血干细胞也是一样的。今年7月，张康接到红十字会捐赠人员的通知，打初胎配对成功。伊一开始还唔敢相信，再三确认之后，玲玲才家己好幸运。都不能用惊讶来形容，就是很震惊，因为听别人说这个东西配型几率很低很低，就是有的人登记了十几年、几十年，他都甚至没有配型成功。我才登记2年，好像是好几万分之一、十几万分之一的概率，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是我的一个幸运。茫茫人海中，能够用家己的血去挽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生命，张康认为非常值得。我觉得肯定值得。我当时在医院就想，我在医院住这么快一个星期就已经特别难受，但是想一下别人病人真的就得了这个病，如果我再不去帮他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帮助别人的话，不在乎是不是认识，只要是做到帮助这个事情就行了。9月17号，到此红十字会捐赠人员甲志愿者个陪同下，张康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全国对植物植材983例，广东省对植材181例，汕头市对1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康以家己个行动，为素不相识个血液病患者带去了生命回正。伊也希望能有更多个人加入无少捐献行列。传递爱心，弘扬正能量。登记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吧，能够挽救他人的生命，而且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我也呼吁大家，尽可能的在自己身体条件可以的情况下，尽量的去做一下登记，能够帮助别人一下就帮一下嘛。到张康之后，90后妈妈邢小青成了华师第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华师第2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女性志愿者。邢小青是汕头市救助站维护狗护责任，捐献造血干细胞，一直是伊的心愿。走到9年前，伊就登记加入东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初，邢小青接到通知。经过初胎，伊甲一名血液病患者个白细胞腔管配型相合。作为微部工作者，邢晓青深知造血干细胞配型相合个几率好低，配型甲移植成功，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讲，就是另外生命甲健康个希望。这样子，由于患者病情突发变化，进行一次被按下了暂停键。到了本月初，邢小青终于接到捐献通知，伊也第一时间赶到广州捐献造血干细胞，甚至提出家己改革住宿费用。原本都是由患者去支付，这样我觉得对患者来说也是很大一笔负担，因为得了病的话，家里肯定是倾尽所有去治疗，但是红十字会说不用，他们来安排就好了，全部由省红十字会帮忙安排。本月12号，
幸好车顺利完成进行，成为全国代直棒拿彩拿八七十八位，广东省代直彩拿八十六位，华旗代十八位，成功进行召回江水爆解之王者。作为一名从事救助工作的九零后，幸好车经深刻的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日益的大爱也感染激励了伊的同事。来救助站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个宗旨。我们这里面的人，他们可能都是被原生家庭抛弃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再过此52岁特地举行分享座谈会，表彰两位志愿者挺身而出，为血液病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据介绍，此52岁近年来通过网上体系、广泛宣传、人道关怀等方式，积极宣传动员抗争，关注无少艰险公益事业，志愿者队伍不断增大。截至目前，沙头已完成18例造血江水暴艰险，其中今年就3例。希望到艰险者嘅示范甲引导诶，更多适龄健康嘅爱心人士能够参与造血江水暴艰险志愿登记。弘扬人道、拍爱、弘扬界52精神，用可再生界造血江水暴挽救不可再生的生命，帮助血液病患者获得新生。参与和推动武昌献血开展造血干细胞服务呢，是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接下来就是希望，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来关心和关注武昌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这一健康伟大的事业，帮助更多的血液病患者获得新生。事实上，无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黄金。志愿艰险造血江水暴行动是人道拍爱的高尚行为，伊能勇敢冲出峭壁，用家己的热血延续他人的生命，点亮他人新的希望，也弘扬家己平凡的人生。希望有更多的人向社会传递爱心，传播正能量。本月初，集会测测通过桥区垃圾门，两集区市区东河北路一个手机铺，盗走了450只手机。案发后，金平警方集中同时全面展开侦查。本月9号，广西派出所民警到福建，将这个盗窃团伙捉拿归案。案发时，有新人来到广西片区一手机店，强行将店门拉开，其中两人进入店内行抢。店主答：店内大约有450部新手机被盗，而且已经是手机店今年来第二次搬出光顾。50部左右，大概现在嘅初步估计，约25万到30万之间。按3月空调嘅，就已经是700几列车，又是损失了10多万，或者也是该。基本可以认定是当地困难啦。案发后，广西派出所立即成立专班展开侦查。民警后面发现，这个盗窃团伙的落下点在福建。11月9号，民警奔赴福建福州，随后抓获犯罪嫌疑人戴某兵、郭某超、郑某辉。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从福州闯至汕头。以11月1号凌晨到广西片区入室赃物挪赃、盗窃多部手机的违法犯罪事件。我们在汕头市金平区桂花园华为手机店那边偷了41部手机。那时候我在外面把卷帘门拉开，然后我跟鞠建涛因为身体比较瘦小，就直接进入到店里面去寻找手机。我跟鞠建涛在柜子里面发现了2把保险柜钥匙，我们就去找那个小房间里面的保险柜，我们用钥匙打开了保险柜，拿走了里面的41部手机，然后装了4个箱子，我们分别把箱子扔从卷帘门里面扔了出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盗窃团伙的成员拢是13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你都干过几回了？干了好多次了。好多次是多少次？10几20次。都在哪里啊？都在哪里做？几乎都是在福州。啊？几乎都是在福州。那外地呢？外地哪几个地方？外地很少，
外地就是江西上饶，在外面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他就叫我可以去偷手机，偷手机把我拿给他卖，这样子一个晚就几万块钱，然后那时候就没忍住嘛，就去了。目前，挖野界签外界对证工作仍在抓紧进行中，警方也提醒，上好要做好防盗措施，以免遭受损失。广大家长则要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引导伊人走正道。今年初，前面邓小姐也开始装修一套新厝，因为室内三个房间的插门出现门呆，惹得商家发生纠纷，直到哭不开心。经过多次交涉和相关部门的调解，目前双方已达成直接的处理意见。目前，邓小姐的新房装修已进入了收尾阶段，但邓小姐呢？因三个房间的房屋出现少量门堆，到底未能完成瓦砖。我这片门就到一月，大概一月三十一号才装起去啊。那当时装三个装起去，该无门堆啊，我用验收过，该无门堆啊。了，我家己门栏也是比较唔好用嘛，所以到我也是好住，到来这个厝，我同来我搞，了伊装的伊就全部讲封薄膜都讲，了平时也无得装去贴呀。了听讲我九月三号是要拉封薄膜，然后过去放出去啦。了啊，所以台木来到，所以个个弄落裂，上了裂也就大啦。随后，邓小姐也马上联系商家，要求妥善处理。据邓小姐介绍，多一个隔离垃圾，经过上将三个房屋贴落来防修。并以前月定先生回来化妆，但门都有出现了，其中一扇房门勉强装好，另外两扇房门就无法关闭。该门装了就该关落啊！啊，你往再去找伊的时候，伊就当伊就无想要负责任哦，这个。哎，伊是失业成人，但伊能够有这两多，当时伊就是无想要负责任。你包括当往去下去投诉伊之后，伊之后是连一滴无开破。三个房门修复之后，仍有两个无变关紧，这让邓小姐无法接受。伊为此要求商家退款，但由于双方存在较大风险，邓小姐也向幺二三幺五热线反映了情况。现在情况真是关严重，我有咨询过专业的人士，就调查到我这片门就是个质量门都好大个，所以我就是要求商家退款。哎，我无变接受单之后，伊到这片门个门堆就是这样刷新，后半花是直起了好多门堆啊。就台下挂记者发稿在，邓小姐来订单，经有关部门调解，伊个商家已达成协议，双方各人一步。商家承诺十日内退回部分款项，并贴回房门。秋风起，菊花香。明早，首届校庆菊花节在东澳社区菊园正式开幕。金色花海迎来了北方游客，也映照出东澳桥、龙、门、里、融合发展界乡村振兴之路。首届校庆菊花节以菊园东澳最美桥乡为主题，花下乡村振兴、最美桥村、传统旅游等重点元素，推动。桥龙本里深度融合，展现东澳融合发展商业新格局。东澳名的黄灿灿的菊花竞相定环，美不胜收。市民游客纷至沓来，互相留念，将美丽的身影融入花海之中。采集棕榈下，悠然见南山，你看，像不像？很漂亮，很香，很清香，感受很好。一整片花海在里面走动，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看菊花展很开心呐、啊，这个东湖村呢、啊、也很漂亮，所以我们呢就看到花了，我们就载歌载舞哦。东澳社区正菊花已经入外呢，近年来当地花成立专业合作社，鼓励带动居民连两片耕地及房中屋搞空地，大规模正式菊花，形成一村一饼特色商业。如今。东澳菊花以并油、食酸、味香广为人知，金色东澳也成为当地界特色品牌。眼在界东澳菊园就是当地历史五个月打造而成的，龙虎花创作期间采摘菊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的菊花是五月份开始种植，十一份月底开始收成，使用的都是有机肥种植。所以种出来的菊花，非常清香，
今年呢，我们整的种植面积，农户种植面积全村大概是种植350亩，农户大概165户左右。通过这个合作社带动村民种植，推动一个乡村旅游，而且增加农民的收入。活动灯主培花花启动，拍卡东欧最美桥乡都市品级一名比赛，并展出东欧沙堡甲广澳街道各社区特色龙山饼，以顶南家直播及互动等形式，帮助农户拓展销路。我们东湖有三宝，就是东湖菊花、东湖炭烤紫菜，还有一个东湖东京丸，欢迎大家来旅游品尝。我们将不断总结东湖打造的一个经验，发掘其他社区的特色，打造更多具有广澳特色的乡村振兴品牌，推动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正在划起满早水稻已进入全面成熟收割期，各地正连正好天气抢抓农事，无数收割水稻，并采用机械化突谷空耕入口等方式，确保颗粒规称。到中央库斯苗尾社区频道农业商业园，植物布置的稻篮随风摇曳，把麦秸来谷穗遮忘了稻谷，直北北丰收的画卷次次展开。明仔沙头市顺利农机合作社组织出动25台头两下收割机，到东屋金枣龟石等五个乡镇收割两片水稻。收割机来回穿梭，割稻脱粒，风吹稻谷。摇臂装车等工序极其好省，后面把麦谷粒就被运往加工中心烘干。我在这边承包了800多亩地，全部是由这个顺利农机合作社技术指导下销售，全由全村指导，一条龙服务吧，对我们就收益有了保障。收割烘干，再开一两红合作社。为往苍天服务，袂担心。今年芒草顺利农机合作社广征优质稻，采用三孔四杯、白糖海二根防空等先进个生产管理技术，克服了干旱缺水、多种霜患、稻米滋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确保芒稻稳收稳收。日到农业等相关部门个抗旱大救助，中央库斯苗尾社区商业园各大生产主体企业。继续加强和沃港澳大湾区相隔的联营，经济部强固合作关系，畅通沙头整良好的销售渠道。我们顺利合作社这近几年来，那个两种良法，还有全程机械化的一个种植技术之后，我们自己基地的12000亩地，提高了我们一个水稻的一个品质，还有一个口感。在大湾区的话是供不应求，啊，然后那个大厂也年年下来订单，一直要求我们说再扩大一个种植面积。据了解，今年芒草创始水稻正式面积137万亩，麦庄已收割了14升。根据 OFO 共享单车 APP 的销售，交易中花有直彩500万名用户攞顶台拖押金。因此，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 ，OFO 正式推出拉好友销户拖押金功能，多增多消费者面临拖押金拦截情况的。OFO 公司不是想方设法拖还押金，而是私下出主意，叫人拉好友销户拖押金，显然有在此刮韭菜的嫌疑。有媒体实测，下载 OFO 共享单车 APP， 发现被骗机该应用重蹈押金拖开空栏的梦袋。拍开 APP， 看到网页顶边有拉好友帮你拖押的广告，并称邀请好友将你现金。点击该页面的邀请好友按钮，进入该页面显示好友不排队拖 OFO 押金等字样。到特定消费场竞争，押金嘅重蹈有特定嘅合理性，也是应中送嘅先行对象。但经营者并着法子不拖押金，或者设置拖押金涨价嘅条款嘅做法，严重侵犯了消费者嘅公平交易权。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订造、更换、退换、补足商品销量、退还货款及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工商健身管理部门或者其他相关健身部门责任改正。可以根据情责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责严重的，责令停业者等吊销营业执照。由此可见，安富公司的行为早已构成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及行政违法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单家银行押金消息不大，这家银行也就不了了之，似乎也忘了了安富的推诿扯皮行为。最惨的是，相关经营者不仅不想配合尽快讨回押金，防止变革法制挑战公正的忍耐底线，这就是典型的坚固遮蔽。正如网友所打的牺牲样，爱改头所让朋友入头，这是攞考验人性，这不是拉好友，而是拉仇人。开打陷入拖押金困难的安富揸住先行破产，至今拉好友销户拖押金的花招已经欺骗不了任何人，防止更加独享经营者的严重失信失德行为。